Welcome. It's all cheap second-hand crap put together over the years because I don't have a lot of money. 我们天上仍然是三个眼睛，仍然是哦，这个是眼睛，谁我们都得有仍然是。 喂，我阿妈催我结婚喎，点算啊？ 想家伙，出来了就想家。至于他赶你，他约你这里坐，他不想你坐就把你赶走。坐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抢去。谁说这个社会难道城管说了算呢？大妈，你们哥呢？都是一样的嘞。大爷，一起打麻将。我已经决定要出去了。嘿。 那个时候就是家里也没有太多的钱去让你再去学一个表演，去专门去考试，然后生活压力也挺大的。当时就放弃了，我也没有跟父母说，但是心里一直有那个劲儿，想去干这个事儿。我自己写了一本书，到大学毕业之后，我用任何方法，这本书都发表不了。如果写一本书，它不能发表，那未来我还要不要写东西？ 我选择了这个很飘荡吧，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什么希望，因为你和导演之间差的太远了。好，随便来。我都不知道原来不知道剧组在哪儿拍戏，或者剧组应该是什么样的配置，我完全不知道，然后也不知道应该去找谁，然后就自己去，翻过五八同城，翻过各种各样的，然后也差点被骗。有时候一天50多份简历，我就这样刷。跟我说过咱们要懂得忍受。 可是我实在是受不了，每天都刷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儿，谁会找你？你就每天都会投，也没有人会找你拍片嘛。然后自己在那个租的房子里面，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，就每天自己看电影啊，然后写剧本。把10本时间杂志的编辑的电话号码和那个邮箱记录下来，给他们投稿。因为投一篇稿子如果中的话呢，可能就会有1500块钱稿费。 所以我可能要写1万字才会中1500字。有一回就是也是经历了一个事儿，心里特别不舒服，然后也不敢跟家里说，我从地铁待了一宿，然后从那躺着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样，我是不是这么坚持对了？站住！刘总，站住！手拿出来！好点，好点。